我是香港歌基家族主席 Connie 啊。今日1月8日，我哋咧就举行咗第二届全港歌基慈善短跑活动。我哋嘅目标咧就系、是、以动物帮助动物啦，用动物短跑筹款咧嚟到帮助其他动物嘅。今次我哋已经系第二届举行噶啦，我哋嘅筹款对象咧就系、是、志永傻瓜傻狗特工队基地。